们终有一天要这样真刀实枪的杀一场。水中捞月，每天回到平凡世界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迹今朝。江山笑，
起越过海面，花笑微笑浮现，就在一瞬间，你和我之间相隔一个世纪般遥远，快转的时间却带不走回忆里的画面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后来我们又再遇见，虽然成熟了些，笑容却都没变，就在那瞬间，有很多感觉排山倒海淹没了视线，你没有开口，轻轻地拥抱着，却以为深渊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，以为时间可以剩下的和潮汐抹去回忆痕迹，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谢谢，让我们谢谢肖战带来精彩的演唱。好好听哦！对，又帅又会演戏又会唱歌，怎么会这么好听呢？凭什么 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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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好。哎，最近啊，我只要一刷抖音的热点榜，就会看到很多关于肖战的内容，就像肖战的笑容暴击啊，肖战的重庆话，还有肖战我的中国心。是的，是的，还有啊，像是那个魏无羡转笛子啊，张小凡入魔啊，还有顾医生请多指教，太多了。你知道吗，肖战，你在我们抖音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300亿了。对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的关注我，然后继续支持我，谢谢。哎，今天既然肖战来到了我们的晚会，那我为现场的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见识一下占据抖音热点榜的男人真正的实力。哇，那这个题不能简单，好不好？哇，那要怎么展示啊？有点害怕。哎呀，不用怕，我们都是很善良的人。我们现在展示一个，好，这样吧，简单一点。因为呢，肖战的笑容其实经常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，所以我们来一个笑容暴击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那接下来我先说，我出一题，接下来请肖战展示。害羞的笑，来，接下来展示一下怪笑。
哎呦，这个都难不倒你，再来一个男的，尴尬的笑，尴尬，哦，在冲动，他在冲动，好厉害耶！再来一个更难的，再来一个可爱的笑。天哪，简直是融化了现场所有朋友们的心，你们有被融化吗？那其实肖战今天的歌曲也很好听，然后未来也希望肖战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影视作品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肖战，谢谢肖战，拜拜拜拜。